耳鸣无情的攻击，总是想要幽默神会来转变气氛。糟了，分寸没掌握，糟了，分寸没掌握，最后变成被炮火击中攻击的对象。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要说品质可不会输电视跟电影，充满感情努力思考演技跟表现，比起我们的作品，比起我们的作品，演员需要的永远是试水漫流影片。 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随地带着相机，不能睡觉，每晚都要编辑。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不管你做的再好，肯定还是会有人讨厌你。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我辛苦拍了影片，还要被一堆看不懂的屁孩追。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每天都要想一大堆题材，还要每天更新影片。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呀！有长相没才华会被骂，没长相有才华也会被骂。YouTuber 果然是个错误的决定啊！想拍自己喜欢的东西，还要被人酸。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还没拍片就不敢开箱，然后我的治愈果子全部都过期了。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呀！你看的是几分钟的影片，可是我用几个小时来剪接。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如果中文发音不对的话，就要重拍一次。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花了三天拍的日本旅游影片，反而比花十分钟的影片没人气。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今天下班不想要打电动，好累哦，怎么办 ？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难道说我的频道你们就只喜欢看方舟而已吗？你们还可以看点别的影片啊 ！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每天剪影片剪到手抽筋，还不一定有人看。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呀！每天都只睡三个小时，还被当全天的客服。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相机就算被偷，还是要继续的拍片。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男生跟女生单独一起拍片，就很容易被误会。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当了 YouTuber 之后，越来越多人在路上把我认成水晶小舞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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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知道一定有人不喜欢，但看了还是会难过。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たくさん物を買ったら後始末が非常に面倒。イエー！ YouTuber になんてならなきゃよかった。たまに何が面白い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くなります。YouTuber になんてならなきゃよかった。子供いて編集撮影めちゃくちゃ大変、辛い。
宇宙バーになんてならなきゃよかった。リーダーが2時間睡眠のせいで僕たちが一緒に合わされて全然寝れない。 YouTuber になんてならなきゃよかった。企画で飯をいっぱい食わされて俺はこんなにいっぱい食べたくない。 YouTuber になんてならなきゃよかった。相信，感谢各位让我有工作。打过极限，用最宽广的感觉前进。可惜也太慢了吧，可惜也太慢了吧。结果每次都找不到机会离开台北。YouTuber 肯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啊。这些想法全都被吹跑了。 YouTuber 努力为许多孩子带来梦想与希望。 YouTuber 开始存在快乐啊孩子们。 YouTuber 总是受到许多大人们的